堂姐讲，伊早滴袂好，小心好过，爱我等你看好戏。以伊的个性，只要予伊抓到空棒，伊是早滴无遮尼简单放阮煞的。顶一遍真挚案，爸说给堂姐，佮甲伊洗面洗到真歹看，已经得罪伊啊。啊，这遍小贤，佮了做遮尼大条的代志。伊是一定会报复我的，啊！我真正愈想愈惊。老婆，我未记了代志，你千万袂使甲爸讲，啊，若无我叫骂死啦！我当然袂讲，咱是同姓同名，坐同只船的翁仔某，你出代志，我替你安全就袂赴啊！我哪有可能甲爸讲啊？只是这件代志，予堂姐抓包，我唔知伊要安怎对付你，我惊伊会对你不利。那要安怎啦？万一阿姐若真正去阿爸讲这个代志，我就害啊啦！啊，若无我即马哦去甲讲钱，啊看伊要开啥物条件，才愿意帮我说，我拢答应。伊就是吃你的假药啊！我吃到整个油脂都派去啊！伊整个人我抓狂了呢，照伊的个性，咱是无可能满足伊的条件的啦。啊，我不管啦，就算吼，伊要要求一时当输，还是讲要参加珍珠，还是伊要我的油脂吼，我即马嘛会使挂予伊啊。只要伊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，不管开啥物条件吼，我拢答应啦。现在到这种地步，也只会当这样做，看他要怎样就怎样。到时候如果是买贵买靠，我会替他打pass。好。爸，你两位在哪？我恁敢那真紧张的款呢？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爸，我无。我什么代志拢无做，你无做啥？啊，爸，是因为哦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伊去病院挂急诊，伊希望小贤哦去甲伊看一下，到时阵若是有需要，才替伊调一下病房的。又搁是你的代志，你代志哪遐济啊？像这款代志，敲一通电话交代一下就好啊，哪着秀贤走这逝？搁再讲，以后无论啥物朋友，若拢爱秀贤亲身去处理，啊无你是感觉伊食饱上瘾，啊规工替你办代志就好啊。爸，歹势，这件代志我家己处理，秀贤就伫咧厝里就好啊。高档啊，即马足天然诶，咱嘛应该知影低温保本。虽然即马老张处长还阁是清源咧照顾，哎，你有闲三不五时嘛都爱去关心一下呢，咧表示咱对高家诶心意啊。啊，爸，我知啦，我会较侪去关心诶啦。啊，阁有说勤啦。是，爸，你有啥物吩咐？你和郭大人太太交情真好，这个关系一定要把握住嘞。啊，我知啊，多谢爸的提醒。搁坐落去，我一定叫爸看出今日情绪不稳定，不得卡，我会叫逼出真相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分散爸的注意力。爸，咱的政治案，无得卡新闻有咧报，咱看者。哦。由综合医院副院长夫人尤秀英，现在正准备要召开记者会，说有惊人的消息要宣布。慢过来，慢过来。
爸，这就是堂姐哦，要开迄个家会麻烦啦，咱要看这小狗会不会去家会。两面都要开始啊，卖乖。秀英哦，唔拿食药啊，食个爱心油脂，我感觉头壳可能嘛出问题啊。个新闻医界人士，我这年也无相信，我都是挂哦，味都未有啊，哪敢搁开这家会？真正是见笑死。我才看伊记者会，到底是要讲啥？死啊啦，我要无命啦！